感遇十二首，其二，张九龄。幽人归独卧，至虑喜孤清。持此谢高鸟，因知传远情。日夕怀空忆，人谁敢至今？飞尘李自隔，何所谓武城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归隐到这幽静的山林以来，每天都独自高卧在林泉之下，积聚的愁虑被洗涤得干干净净。我想拿这些来感谢那高飞的鸟儿，因要托它传达我这遥远的情怀。日日夜夜我空怀着这无限情意，可是又有谁能体会到我至诚的情意呢？那飞鸟和尘鱼本来就情趣相隔，又怎么能慰藉我的心怀情意？再读一遍，感遇十二首，其二。幽人归独卧，至虑喜孤清。持此谢高鸟，因知传远情。日夕怀空忆，人谁敢至今？飞尘李自隔，何所谓武城。